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把《论语正义》这个部分大概看过一遍，相关的参考书也看过一遍，得到结论大概这个卷顿行卷顿就是慢慢走谨慎慢行啊，不会走很快。可是其实，在《礼记》这里，它还是属于虚啦，它是虚虚的啊。可是它毕竟还是虚。再来说，今天早上因为要上课，那进度也快到了嘛。进度到了怎么办呢？我这一班我总不能到时候到里面圈臀、卷臀还是卷顿，不知道，所以我只好先查词典啊。结果不得了，不查还好。当然就查汉语大字典，哇，汉语大词典哦，看有哪些读音。那我们的国语词典我就不秀了你自己查也知道没有卷这个读音那如果你读成卷的话，就是猪圈嘛。我们之前讲过，猪圈里头养的猪，对不对？这一句两脚圈臀绳索办的话就。意思念圈臀的话，就猪圈里的猪，两只脚被绳索绊住，那么的那个窘迫，这么困难。他是写窘逼嘛，我们白话是讲窘迫嘛。今天上课刚好同学有报告，那些小老师上台有讲说这个，对啊，所以逼迫我还没讲到这个嘞，对不对？所以白话有逼迫这个词吧，那前面是用蚂蚁来形容人，后面是像同学也提到很好，他是说就是不是科学语言，科学语言蚂蚁就蚂蚁了，这里当然不是嘛，是说人好像蚂蚁一样，人好像猪一样。那这样念成圈臀呢？这时候臀念臀，它当然还是猪咯。那有根据的，是因为前面它是厩马犬的，这当然都是家里头养的嘛。那家里头养马，恐怕还没有养猪来的普遍。他前面这一句用动物来形容人，后面当然也可能相对位置相关之意，他会做个对称。这个前面我们都导入过，甚至他把这个句式有没有吞，这个猪放后面，乙放前面是没有那么相对，稍微变化式变化了一下 所以这时候要念圈臀。可是如果是出自《礼记》，就是课本错弄错的这个地方，他照抄也不搞清楚。又想说是注资，像我们刚刚讲那样，又说你应该，如果你是主张是这种说法的话，你要说这个有的如受神牵绊的注资，那要说这个是念卷，这个念臀，臀是注资，卷是在猪圈里头，那他这个反而连卷都没有讲，那除非是他把卷读成了圈圈臀了，用绳子把猪只圈起来，这样比较不好啦。因为干嘛没事干嘛把猪圈起来？最好是就像厩马一样，是在家里养的比较对。就是说两脚好像把猪的脚用绳索绊起来、圈起来、绊住，文字上是可以，可是整篇上不协调嘛，对吧？没事，尤其猪蚂蚁上的热锅上蚂蚁，这是习见的典故。常用的成语，那没听过用猪，只听过三只小猪嘛？是以前上兔下泻又连庄的教育部长讲说，三只小猪也是成语啊。没听过猪的脚被绳索绊住这个什么成语嘛？那没有必要这样写啊，这样写干什么？那这个还有点道理嘛？那比较可能的是，还是讲像家阿里。猪圈里头的猪已经被猪圈围住了，想逃出去，是不是还要把猪那个围篱给撞破？这第一重困难，第二重已经要撞破围篱很辛苦了，竟然还被绳索如果绑住，或者脚甚至脚被绳索绑住，那想逃出生天更不可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解释这个圈是猪圈，或者你要说像圈起来，我们反对这个说法嘛，就是说没事把猪圈起来干嘛？对啊。总之要这样，你不能
这里讲诸之，后面转成徐步屈行。然后我们查过，这根本就抄《汉语大词典》。那《汉语大词典》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你看我上课就给学生看了嘛，对不对？《汉语大词典》它是从《礼记·玉藻》来的，它是解释郑玄注的这一句话。这都前面我花那么多小时就是讨论的，所以他不明就里就照抄，哎，发现有这个词汇，然后不放心，自己也不是很懂，就给人家照抄进来，照抄进来又不讲话，又不讲，总不会照抄进来之后说是对动弹不得的解释吧？解释还要用更原文的句子去解释吗？对不对？你动弹不得，其实被神手绊住就已经动弹不得了。你绝对不会，这里还是卷，这里已经用掉去囤了，这里再来一次囤，卷顿一次，对不对？那我们读到现在知道卷顿就有点行动不是很要拘谨嘛，因为对不对？《礼记》里头讲，这时候是走路的时候，这个行步要小心，对不对？谨慎端庄啊，可又不能太慢，可是就是也不能太快啊啊！甚至刘板南说，这个脚一个结论就是脚不能离地嘛，尤其脚后跟不能离地，最多是脚尖抬起来，然后这样挪的话要哇什么？他说什么画圈也不知道怎么画法，所以叫卷顿，他可能还把这个卷读成圈。还有这个卷哦，我还想到字形结构一个字，所以这个脉络就清楚了嘛。啊，那课本这样是不行的，这个绝对错，没有人这样的。一个字用两种去读，你可以说有两种读法，你不能讲完了这个照逻辑，你这个是对这个在解释嘛，对不对？文中诗文里头的这个，那你应该要承接前面，你既然把屯很明显，你把屯读成了猪字，这里要说这个屯是小猪或猪字，怎么可以又变成徐步屈行呢？那我们读了《礼记》那么多，甚至参考资料到《论语》，跟猪没有关系嘛？可是你看王孟欧先生在《金猪经》竟然还舍不弃不掉，卷顿是家里养的猪。你看这个啊，这里跟你看我们读了那么多上下文呢，这里跟养猪什么关系？完全没关系嘛？是说国君怎么走路，大夫怎么走路，对不对？跟猪什么关系？跟猪什么？所以我还怀疑这个卷又是什么字。郑玄说是转嘛，打转的转，对不对？卷是什么字？我们看有没有这个字哈。你看卷字形结构是这个，我们之前有想过，可能是这个，这个是蜷曲嘛。那既然跟走路有关，你看有没有这个字？真的有哎、欸，哎呀，要求。那有没有这个错走旁啊？也有。你看我们也太厉害了吧。哦。那可能就是那个卷。这个卷可能就是这个卷的假。就像豚嘛，这里跟猪没关系，它是错走旁，你看。我不是今天上课吗？你看人家都通顿这个汉语大字典。你会吓死啊，汉语大字典。对，这国学大师找出来了。唉，这个我们都要拍照的。我就是今天上课怕误导，我们推论推它可能是顿的假借，甚至是逃顿，对不对？只是换部首，这个是用屯做声符嘛？你用盾牌的盾，矛盾的盾做声符，正好有根据啊。前面都是推的，所以要先看一下字典嘛。啊，你看就有，果然你看。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盾嘛，矛盾的盾根本就是通的嘛，对不对？可是这个盾不是逃走或隐居起来啊。那你看这个就是什么礼记，这里这个前面我们都有，对不对？礼记政权就说有一个本子做这个，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本子是做屯嘛啊。那这个人家汉语大字典怎么注音，你看本来是杜本切，杜本切的话是赏声，可是现在定成是去声第四声，通常赏声相当于现在是三声，可是它是定四声顿，因为它知道跟这个通，对不对？跟这个顿通当然就通，既然什么叫通，就是声音相同它才会通嘛，意思就通，其实就是同音错别字。
所以既然意识通，声音就要照他的读、哦、所以他们才敢就定这个。人家古书都说赏声应该是三声，他为什么论？因为现在这个段是念四声，你会吓死。你看九阳神功好不好用？不用。这个我们你自己不信，我给你豁然，我们前面十进就完全没有查汉语大字典，大字典那个顿，对不对？我们只查卷顿。然后你看接下来，他只注卷那个音嘛，没有查，没有注顿那个音。那卷的话，他也不讲为什么念卷。你看，他说四嘛，四就是念卷啊，他只说见卷顿，他也不讲为什么，对不对？那可能是吉运里头有，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吉运有苦远缺，对不对？可能吉运有收录到这个，那我们就查汉语大词典的顿。哎，这里就已经开了，不是，这个是汉语大词典。第一个豚小猪，第二个蹲，第三个蹲，你看它只有三个音，它还没四个，这个是也是三个蹲，你看吉运杜本切啊，这里是不是说吉运，哎对不起，怎么查蹲要查卷啊，所以它这个是跟我们这个一样通蹲的嘛，跟汉语大字典蹲蹲，现在还蹲蹲蹲蹲是什么，我看一下。唉，你看我没有查字典就知道他可能通那个顿，果然你看像料事如神一样啊，还有证据，对不对？古书书证作为我们的后殿，所以那些母亲啊，给啊给你宝贝，你当哎这个老师，这就是人啊，人性本贱。你看这个不正常的国文，反而把它当正常，我们这个真正的国文，正常的国文，你反而觉得这怪，这不正常。人不就这样到疯人院，疯人院疯子一定都觉得你才是疯子。顿顿是混沌，所以他其实就通这个顿，事情讲到就用豚当声符他。有没有，这就同音错别字嘛，通用字。那他这也是通这个，有没有，顿顿是隐，所以隐隐约约怎么样。你看顿顿假字戴望。还要等戴望先生讲，你看我们都猜出来。戴望行隐，这个姓丁的丁说顿顿假字。我可没有跟他们勾结，我也没有偷看，我有我就不要往生了，我是什么赌都你赌钱都没有用，我最在乎的就是能这一辈子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出轮回了，不搞了。那还没查还没看人家的，自己都先推了，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自己说，你看这是他们是假借，你就把自己去推想那个机会。就好像今天这一题数学题我会算，你把这个算的这个机会让给别人，那是谁的损失？我已经讲好，在我们这一次林占梅先生那个字讲好几次了，我真的希望最好教完这一堂课就死掉，这样是最快，否则就是至少对不对？这一学期教完任务了了。或者对学校没有亏欠的，让他们好找老师有接棒，或者不要让人家来这里教书没多久就没得给人家教了，我就往生了最好。反正我们留了那么多十进九，供与后人说，我们有那个绝对的自信了。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爱碰碰，比较看看嘛。当然，我可能我照希望我孤陋寡闻，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时间去看人家怎么讲解课文。对不对？只有以前经历过，或者偶尔我会点一下 YouTube， 几乎很少啊。就算有点，也没耐心看完，就像各位没耐心看完我这个一样，对不对？可是如果我看到啊，还是以前那一套，或者看那个老师的表演，讲得很好听，都是你懂啊，你怎么读会呢？这来龙去脉没有实境秀，没有交代清楚，只是把你最后懂的答案交给我，这个我看都不想看。我何必吃你生出来的大便？就好像我们现在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对不对？一个小结，我不要看那个小结，我要看你前面花了几个钟头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是不是？那才重要啊！
这个卷，你看，我们先看汉语大词典，为什么？你看他一定，可是我怕就偷看到那个，对不对？哎，不是，那不是又撞回来啊？啊，我们本来就是看卷啊，啊，笨笨，本来就是看卷嘛，啊，啊。那你可以看集韵啊，我想集韵，我们现在不想再去找集韵，他为什么他会说这个念卷，然后见卷顿一定是集韵里头这样说的，所以他这样说。那我们就怀疑，来找这个字，不要先看字典。如果真的是这个字的话，就惨了，哎。所以你掌握这个，你就知道哦，原来在搞什么假借字、通假字在搞什么。你看这个是不是跟走路走的不是很顺畅或者很快 的意思有相关？有就完了嘛，就是这个字的假字，这个字才是真字嘛，那个圈是假字嘛。你看还是同权啊，啊权就是有权区跟转弯有关嘛。那权原来是讲那个是从权在一起啊，你看对不对？权作一团。哎呀，天哪，太可怕了！我们怎么那么厉害啊？你看，全区不伸，是不是就表示怎么样？不伸展？你看，刚卷顿型还说前脚要接后脚，对不对？那就是你看，尤其他说不能斜，不能移，手足不能移，就不能自由活动嘛。你看，还是要摆正，对不对？那全还有这个。他是念卷，你看他念卷，竟然跟卷灯的卷一样。可这时候是 T， 当然不是我们要，而且他是方言，而且还是近现代才有这个记录。可是你看这个字也可以念卷，其实换成提手旁不就念卷？提手放在卷，不是也是把东西卷起来吗？其实跟这个是一样嘛。所以他从这个都是跟卷有关。你看圆圈也是啊，是不是都要弯曲？对啊，啊。唉，错走旁呢？你看，卷方言是 T， 跟汉语大字典差不多。哦、那全区就是通全区嘛，对不对？有弯曲，通那个腿部、重部的那个全。你看，还可以转成密部，对不对？其实都是假借字，所以这个写错部首之后都变通了。所以我们这一招为什么叫字形结构换部首？因为部首常写错。还叫你换一换，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要用什么字，他用错了，啊，你又不能改他文章，知道说他通，是不是？你看，屈伸卧倒，蜷举，来这个可以看一下，蜷举一座拳，屈指，屈屈不能伸直，当然那个我们《礼记》那里是叫你打直，不能弯曲，对不对？可是这个意思同样就是怎么样，让你不能放肆嘛。不能伸直，是不是不能放开？你看不舒展嘛？卷顿其实就是这个样，其实应该就是类似卷曲这样，卷曲系很，对不对？你看还屈身而跪，啊，你看不伸，你看竖竖，你看这个更妙了。我们读《礼记》是没有这个说，还有逐步的说嘞，都假借字，那就是叫你不能太放纵，放不开嘛。那现在地震呢，你要跑了，你现在放不开，什么怎么讲合理？吓到腿软，或者被环境外面都倾斜倒塌了，伸展不开来啊，想跑快也跑不了，对不对？全，唉，我们真恨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厉害，人家说能者多劳嘛，我们就辛苦。你看，这是不是《礼记》里头？那你看《西京杂记》，这蛮早的书嘞，是不是？哎呦，妖秀简直是！这是我们留的，我们还要看《玉海》。因为刚好今天上课要先交代这个，只好先这个，
结果你看啊，对不对？假借字嘛，这是假字，这两个是真字。那全你看，《礼记》是不是也有？《礼记》《玉藻》也有啊。墙下，对不对？自己看，你看，有卷，有竖，啊，真的不知道想要说什么，真的只能佩服自己怎么那么厉害。对不对？不管怎样，它都是怎样。来，速速流。你看徐区吧，是不是前面我们有整理清朝学的人文卷顿型是属于徐区这一类的，对不对？那是因为郑玄就认为卷顿型就是徐区嘛。然后孔颖达正义也是嘛。我们还在那个林树那里发现的，还在来这里补充。再开一个新视窗，你看，今天我刚刚我才整理那个时间轴嘛，你看，卷顿型是徐区，那不就也是素素吗？这根本就是同一件事嘛，那又可以补充这里了。正右柱，柱徐七十四，对不对？注徐区实施，择其语源，它这个词语的源头因其。玉藻此处同也，对不对？它一定同一个源流嘛。我们这个可以大一字一点，是不是？你看，都是徐区。卷顿型也徐区，素素如也是徐区，那是难怪卷素就是伸展不开嘛。啊，对不起，啊，伸展不开。
伸展。皆有伸展，不开行动受限之意，带回恶作。没错，问题回来也合啊。甚至可以说是怎样？可以说，也可以换成什么？卷书嘛。是不是？那回来这里，那你看卷顿也是此徐区耶，对不对？所以这个郑玄也说这个是卷顿是徐区，所以孔颖拿来组这个嘛，所以林书也说徐区，那这两个是吉区，那素素人又是住徐区之士。难怪有卷束这个词，所以你看你具备第三招九王神功，第三招这些字形变化你就很明了，以前人一直要到清朝他们对这个原理才慢慢懂，那奇怪，等我伸手灯出来就这么简单归纳一个原理就那么好掌握，现在历经几千年大家都是一样学国文，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都没有去注意它字形结构啊。因为我们学啊，从小到大都是从一个角度去学，你就以为中国那么大，中国大陆那么大，大家用字都一样。问题以前教育资讯没有那么通发达的时候，我可能要用这个字，我突然写错部首啊，就这样就你写你的，我写我，像战国文字还没统一的时候，更是连文字字体都不同，对不对？那只要你不能掌握这个原理的话，我就觉得那个是那个字，这个是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它只是写的方式、写的形状、写的部首，甚至声符，不管部首或形符，甚至声符，因为形声是声符不同，因为形声是占比例最大嘛。他有时候一讲音，哎，他记得是读这个音，可是哎，部首要从什么偏旁忘了，又不能不写文章，为了这一个字，以前没字典给你查，《说文解字》第一本呢。对不对？《礼记》战国时代的书呢，都在《说文解》之前，那时候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虽然有什么仓颉篇那种字典能用吗？你现在怎么不用？更没有电脑网络给你查，你就不写文章了，所以只好写错别字嘛。啊，他写了你又不能改，只好说这个字其实他要讲那个字，说难听就是根本就写错字，可是要原谅，因为那时候资讯没那么发达，你怎么可以说他错字？假如大家都用那个字，你只能说他不合原来造字的本意嘛，大家都用就用这个字啦，还能怎么说？是不是？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流，上一次有提到这个流字，流水的流，你看。我们你看标准字新细明体现在也改这样，标楷体也是。我们台湾是讲究文字学的，这个上面这个是一个孩子是倒过来，所以这里不能断掉，不能凹嘛，那个角就把它凹坏了。可是大陆的，你看，你换成另外一个字体，我们台湾的新细明体，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换成大陆，他们是简送体，你看就变两节了，孩子就断掉了，那还得了？不知道大陆为什么用那个俗字当正体，台湾是因为文字学方法很讲究这个，大陆也很多文字学家，可是为什么会选这个字当正体字？
所以上一次在笑嘛，他们说简化字，简化字，结果他们这个字还比我们多一画，我们还是简化字，还光这个字你就没资格叫说我们是繁体字了，不是吗？你们还比较繁，你们多一画，而且还不对，这个是上面是什么？因为是特啊，特特那那对特特特那那还是要连在一起啊，还是要像台湾这个，你看嘛，右上角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不能断开啊，变成一点。下面一个丝怎么可以？它是这个丝贯的这一横。嗯，大陆这个以字造字的本意来讲的话，刘本来就上面是一个孩子，那当然是这个字才正确，你写这个就错了。可是你可以说中国大陆人都写错字吗？这就叫鸡飞城市，也只好接受啊，大家都习惯了，他们不通用这个字，当然哦，这个就变正字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讨论那个，哎，你不能笑他们写错部首就是错别字。对不对？都这样用，而且很多人甚至大学问家什么字，那时候不是诸子百家都这样子知道说啊，这个字其实本来要写那个字，大家都通用那个字了之后就这个字吧。所以叫假借借来用，它毕竟还是假的嘛。我觉得很好，像我们哲学一个问题，我们也讲过好几次，你怎么定义什么东西是假的？借的东西就是假，真属于你的是不是就真？所以为什么佛释迦牟尼佛世尊教我们是只有本性自性是真的，你要处理其他都是假的。海贤老和尚你看成就他也说啥都是假，因为都是暂时借你用。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以前实际就没有戴眼镜，可见我眼睛是不是已经被这个宇宙和大自然给我讨去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嘛。这些都只是借我这一时用，再过个不要说怪过个十年，再过一分钟两分钟之后绝对不是现在的自己了。它是不断在流变的嘛，它绝对不是永恒的定在那里不动。嗯，那这种东西不就像我们通假字不是也是不断在流变不断在动，你看那个树可以是不是换部首变那样。那这个如不能加啦，是树树加，因为它合成一个卷树这个词嘛，对不对？哎，太可怕！所以左右得道多助，你看，好像诸葛亮都被我们说中、猜中，八成有这个，然后不但有，还意外的收获，他还要有"卷书"这个词，哎，吓都把你吓死，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在读这个，他也说有一个版本就是写密布，对不对？你自己看。我们都录进来啦，都可以 去求证啦。你看玉藻做素素。啊。世人还认为玉藻这个是谁，那时候就讲了我们读的版本是那个啊，怎么他这个看到的版本是虫蜜，对不对？对啊。刘宝南的是谁的？对啊，刘宝南啊，对不对？刘宝南赢什么？他赢人家画还是不是吗？他自己画嘛，素素玉藻做。他认为《论语》是竹部，可是《礼记》却是密部。可是我们看的《礼记》却是竹部啊，阮元科本他不知道看哪一本，对不对？他那时候还没有阮元科本。可能还没有阮元课本，你看我们看的都是，对不对？我们是逐步啊，啊怎么说玉藻？啊，不管怎么样，至少有一个版本是那样，还是通假的，你懂了就知道，哦，都是在搞这种游戏嘛。啊，一查竟然就是有"卷书"这个词，我们还没查错走旁的呢。那回到我们刚刚推论的，哎，竟然跑掉了。对不对？这不是就刚刚那个网页，我们一样录过去嘛？啊？那个是在80嘛？逐步的是在80嘛？因为它比较笔画比较多，密布是6画嘛，逐步是。
想一下，我们就不做书签，因为这个可以检索嘛，很容易啊。嗯，这一张里头嘛，啊，它根本就一张文字里头上下文对照。前后相对位置相关之一上下文在对上就不知道这一定有关联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在高阶我们讲过这已经不是通识国人范围了，绝对是博士等级的，甚至专家学者博士后，你看专家学者自己去看人家其他注解卷段有我们讲的那么细吗？那么清楚吗？唉，真的太可怕了！哦，来找错轴旁呢？没有，连字典都没看。啊，这只是用理推的，错轴也跟走路有关，没有啊？哦，哦，日本的户籍用字，日本的汉字才有这个字。中华汉字没有，哦，我们中文旁都没有，那就是逐步啦，对不对？何况那个逐步还跟速速然有关，那又跟他这里要形容的，是不是相关联？跟他这里要形容的那个走路的样子、礼记，对不对？都相关嘛。当然跟走有关啊，怎么会？所以我才说，我们前面他这个记也是，大家都知如流变衣服，我觉得一定有问题。你看都讲足，你看足换成足部是不是更好？对，表示这个足是受限制的，不是圈起来。甚至我怀疑是不是足这样有点把那个足弓把它好像垫脚尖，把它垫也不算把脚尖这样 Q 起来，对不对？啊，反正脚跟没有离地嘛，脚尖这样缺起来这样子，你看都跟足一样齐如流，这可能也是讲足部动作，不是什么衣服拉的像那个就是怎样？我们前面讨论了嘛，你看到清朝学者他们才注意这种字形结构跟通假含义的关系，前面很多朝他都望文生义乱讲一通，到清朝来纠正很多，所以清朝经学为什么？对不对？在是中华每个朝代最后一个中华历史上，可是成绩却是斐然的，不输给汉朝，甚至超越汉朝。汉朝离先秦、春秋战国最近，反而汉代的学者已经不懂了。他离得最近是因为变化比较少，可是有些还是失传，他还是忘，因为他们都不懂原理嘛。他都觉得哦，卷是卷，圈是圈，那你让这里看到齐就齐，那甚至。看到有一个版本写衣，他就以为跟衣服有关。不管你跟那个念织的衣，就这个嘛。不管他是用哪一个，可能都只是假借字，因为这里毕竟还是谈足嘛。即使他写个衣，可能还是换部首而已啊。所以我才怀疑这个字可能是这个字，可是目前我们鸡是灯的意思，比较没有关。那。该不会有这个字吧？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Oh my god！ 可是可能又是日本，错轴旁，也不一定跟止有关，停止的止也可以啊、哦。不要再扯了，这样子留给后人去研究吧，留一些工作给后人做啊、哦。所以那时候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不管硕士博士，我听过有同学在那哭说。甚至在那喊苦，说不知道题目要研究题目要研究什么。这些人就是能够考上研究所，根本不是真的想要做研究。你真的有心研究的，怎么会不知道研究什么？你看我们都没时间再去追了。你看这就不得了了。你看怎么办？唉，字典还没收，可是经文呢、欸？拜托，这不是后起字哎、欸。经文集成，战国时候就有这个字呢。
你看同机器，你看，哦，啊，你真的会吓死。这是不是老祖先还佛菩萨加持我们，要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啊？哦，饶过我吧，够了，你看几个钟头了？哎呀，你看要九点了，明天要上班，要去黄飞鸿老师那里。啊，真的饶了我们吧！请问编课本的这你们这些专家，真的《礼记》专家？你看我们看了，当然没有看现代人的，那、啊、至少王孟欧先生、金柱经根本都不提，他还在齐如流。他当然他们那时候没有我们那么方便的工具书，对不对？这个后面都不需要了。你这个档案已经够大了，还要附多少图、啊？附图是怕哪一天档那个什么网路倒了，啊、嗯，死无对证。图就是紧密的就好了啊。经文立定制同其起，这个字你看。一定要用 extend。瓦哈那比才能看 ，Extend 还没有，你看，瓦哈那比。那假如你没有装这个字型，它就没办法显示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拍图？你看，真恨我们怎么那么厉害啊，你们哪有什么厉害，宝贝都给你们九阳神功第三招不会爱用啊。这个字该不会也是这个字吧，为什么前面有一个空格，没有，那是空格、啊、没有啊。鄞州经文，你看第多少期都讲得那么清楚，对不对？那我们他这个鄞州经文好像没得检索啊，鄞州经文第285名期，所以就表示这个字是通这奇迹，所以他现在用奇，可能其实就假这个字嘛，
他真正要讲的是这个棋嘛。那现在就是这个字现在已经没有释义了，那可能就要查鸡啦，是不是？啊，什么棋如流水，一赏应该是赏，严格来讲要赏，我们讲过赏一是上半身嘛，你看一赏下摆棋如流水，对啊，承前足皆是形容足部的动作，对啊，你看啊，欢迎大字典，欢迎大词典，还有详细的解释，详细解释要看那个棋，啊，罗锦华的更详细。我们直接看原书就好了。这汉语大词典的汉语大词典，先看汉语大词典。其原来说完是说是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汉语多功能字库，好像前面我们有查过，对，它只有竹灯也重竹其身尚书啊，对嘛，前面有查过，我一点哇，你看这个字尚书就有了多少，无颠鸡，那前面好像讲过这个颠，说文说是颠，然后人家另外一本书引用是另外一个意思，对不对？对啊，灯啊，象形字典好像都查过了，没关系，就当复习吧。没有，你看还有印象，你看鱼颠鸡。经文重，你看经文重，按经文重错，他也说经文重错，汉语大字典也说经文重错，经文重错，对不对？这个就不用，这个书都有纸本，图书馆也找得到，你们去验证就好。那登上去啊，登是升耶，啊，棋如流，当然这里要登什么？怪怪的，应该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你看两个双击到底是生还是醉，对不对？那你我跟你讲，像流水就是怎样，既如流就是要下坠，怎么下坠？既然足不举起来的话，下坠如何像流水？不一定连流都是一个啊，该不会还有这个字吧？天哪，这是树欸，住宿的宿有时候会写这个宿哦， Oh my god， 可是它既然是如的话应该跟竹没关系，它只是用这个来形容，可是棋要像如流就比较难讲，对不对？它可能是说这个走的步伐要像流水一样的顺畅，
不能真的太缓慢，所以叫徐趋嘛，不能真的缓下来，是不是这样？还要继续查吗？继续追？不要了啦，我投降，你们追好不好？接力赛，一定提示你了，啊，下坠，这道极运，哎，可是，对啊，就是这里嘛。人家马融汉朝的说法，鸡是罪，可是马融好像还是郑玄的老师嘞，啊，然后跟许慎大概同个朝代、同个时代，可能甚至还比较早，刚好跟许慎两个相反。他说灯，他说颠，他说罪，颠罪，那甚至断句也不一样的，今汝无故告于颠鸡，汝知其何？总之，颠鸡是怎样，已经有甚至有点颠簸的意思，好像颠簸，对不对？颠簸，我觉得颠鸡可能类似颠簸，所以是说脚不起起来，然后小碎步颠颠颠颠，那个脚好像很颠簸嘛。颠簸，可是像流水一样，不不不不不，流水是哗啦哗啦哗啦这样，有没有？有可能是这样，当然也可能不是流水。假如用漆的话，还是有可能是对。可怕了，太可怕了，都被我们料到八九不离十，甚至。不敢那么自满啊，六七成五五分嘛。那这个没有别的意思了。那基因看真达到。高而陡。这个竟然还比汉语大字典多嘞。那大字典到底在干嘛？那超越，你看还春秋的时候这样用，超越像流水。其实它是从盛或登的意思相关嘛，都是表达为你达到了才能超越啊，啊，达到登上去也跟高有关。你看《诗经》就在用了“道阻且跻”耶，所以这个流水可能是跻湍、激流、清流、跻湍，相对位置相关之意。这个流是湍呢。My God， 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很流畅，它有湍急会被激出水花的。哎，《诗经》就有激了，这多好的例子啊！我不想再打了。道阻，你看阻是不是就舒展不开？和啊，阻不讲汉，然后道阻解激，这个是讲形容道路，这个形容什么？逐步动作。哎。啊！天哪，还是很有名的蒹葭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应该是这一首，不行了啊！道阻且跻，溯洄从之。你看，从也是跟足有关，足部动作，道阻且跻。
舒展不开，对不对？不顺畅，舒展不开，故为虚屈。既虚如流水，又未有所故虚矣，对不对？既虚如流水，像流水一样吹啊。兰亭集序，闻故事兴，清流。清流既湍，孔流与湍脱离不了关系了，对吧？对哦。积屈而受阻之流水，皆有积屈而受阻之意也，因为你要屈是不是要快，可是要快里头好像要用那个哈，对不对？又要屈又要徐，要快，可是也要。抑制住之意，要压住，不要那么急，可是不能悠哉，不是慢，所以它不是徐，对不对？徐徐就是这样来的，那急徐就不用讲了，徐本来就要快了，就放任了，放开了，不像这个好像被激住，你湍流会被激住，激荡起来，它一定有阻碍嘛。唉，你看这个太不得了了，这都可以发表一篇论文，跟那些专家学者在讨论。这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假设，可不一定就被我们射中靶心。你看，我们看参考那么多资料，有人这样讲法吗？我们算哪一根葱啊？可是我们却可以讲出这样。那《兰亭集序》虽然比较厚，可是魏晋南北朝也还好，比汉朝晚一点，至少比清朝、唐朝孔颖达书都还要早多了。那因为后来有时候有些东西会保留前。原来的本意，那有可能而已嘛，只是刚好一个佐证，所以就那么巧，对。所以湍，我们现在都以为流是对不对？流可能不是流畅无阻的水，反而要
被煮了还能流畅的流，那种水才叫流，有可能，对不对？好，我们的有那么久了吗？啊，手机怎么搞的？还是怎样挂了？闪红灯就萤幕怪怪啊！整个重开机，充电不起吧？那我们查一下流，好像下去真的不得了。学问怎么做的，刚好也秀给大家看。水星，他也只讲水星，并没有说水星很顺畅，对不对？那至于怎么样的水流，怎么样的水星，你看道子刚刚讲过，所以他不能写两节嘛，写两节好像脚断掉了，折到了，对不对？流原来是从母体流出的意思啊，它是，那后来加了水，当然形容水啦，啊，水形，啊，没有讲怎么水，啊，你从你自己这里说其如流，那，啊，这里又到处解机，可以去吹，可能这个流并不是那么流畅，有可能还是有受阻的，对不对？所以不举足，举足你才能流畅嘛，对不对？对啊，积如流，积顿下坠，嗯，啊，道阻且积啊，这走路就像要积这样，所以积，我想不是现在看字典看到那么单纯，只是爬或下坠。像那个尚书里头讲颠醉，现在颠醉我们想到可能是颠簸。你看尚书里头他讲颠，哎，真是可怕。你看他这里反而没有写尚书的。尚书商书曰：“颠簸是后来才有的词汇，尤其这个簸字是很后期。这不能，这个没有用。颠机，可是奇怪，他不用那个颠，却用这个颠。你看，簸，你不信你查，这个很后期的字。那时候没有这个词汇颠簸，哎，竟然不会。说文就有了，那蛮早，可是你看虽然早，它没有经文，没有什么，可是至少鸡有经文，它是从错走旁，对不对？簸没有经文，没有甲文，对不对？它只有小篆说文的时候才出现，等到清朝后期皮生嘛，形声字颠簸就不顺嘛，啊，颠来颠去，颠三倒四的，啊，嗯，你看那个，这真的是现代了哈，
看国学大师有没有好一点。那个书真的太 low 了，LOW 太低层了。我准备洗澡休息了，改成早上起来再用功。一样，我们就先看暂停啊，明天再继续。要毁了就算了，你们有缘听到就。哎，怎么搞的？对，不拼搏嘛。哇，你看都是忙晚的才有啊。平稳、困顿、挫折，对不对？都不顺畅啊！随你们呐、啊，哎，我真的是啊，哎呦，真的太可怕。嗯，好，好，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小结论，我们继续探讨吧，啊。啊，这个，你看这个就这个字念什么？卷嘛，我全嘛，全，对不对？这全局也是舒展不开。可是我们还不如看《汉语大词典》，它这里。这真的是太经典了。嗯，这个是日本汉字，对不对？你看，他还是念卷。卷，对不对？可他是踢的时候才念卷，一般还是念拳。啊，那他这里你看，拳速嘛，啊，所以他这个是念拳，拳速。他标音，他没有标一啊，一就不标了，二以后才会标一。哎呀，还我。学大师要卡卡的，嗯，把这个做一个结束，总之就是这样，所以推论是。很可信的，非常有可能，莫须有，可能有，而且是非常可能，就不再深究下去了。接下来有兴趣的专家去研究嘛，我们都帮你开了一个研究之门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哦，不用功，照抄人家的，我们的课本就抄这一句。然后他抓，嗯，他大概也在用国学大师，有可能，嗯，你看这个顿，果然有念顿，后面课本就是这个错的，这一个我们就叫课本注释九。卷证下面课本注释九，然后后面就是花那么大篇幅去讨论，
啊，这里卷动我们就把一些结论放在这里啊，到时候，所以这个顿。汉语大词典的顿，汉语大词典的顿。卷顿下面再写个小卷顿，这个卷顿是什么？卷顿有两个读法，目前第一个念卷屯，卷屯。第二个音卷顿，出自那个《礼记》。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礼记·玉藻》，也是目前我们的结论。真心不许独自留聊，用好了。
可是卷顿两个词汇可能是一个连绵词。至于什么是连绵词，你们自己去查啊，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分开，对不对？那前面是二字可以分开写，顿字则为。介字就假介字啊。这里呢，不能任意舒展，畅快。都有这个意思。不管你。以为顿或顿的介词，而顿又可能同顿寻字。如果是顿呢？这里给它凸排一个字。顿则有不顺畅来寻，则有所依循也，则有所虚循，不能放肆任意而为的意思。然后不管哪个意思，不管是顿或寻。都含有不能任意舒展、畅快顺畅的意思。带回这里就是怎样？对错问题回合，双脚施展不开，想跑也跑不快，或者是吓到腿软。快也快不起来，
想要怎样就不能认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的样，对不对？总之他被拘束住。就是这样，应该就是目前的一个大结论，就是这样，吓到腿软，无力了，带回此去折纸，而且两脚寸疼深深。双脚是展不开，想跑也跑不开，或者是吓到腿软了，想快也快不起。不能随自己的意志。你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是被拘束了，限制住了，想快也快不起来的意思。这才是倦顿，两脚倦顿绳索绊，对不对？那这里猪也是啊，指猪圈里的猪。这个已经前面已经谈过了，我们就不写在这了。详解见后嘛，在哪里呢？还是在前面，对吗？见后嘛，这是最前面的。那我们开个视窗嘛，做了点连接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嘛，像应该是在这个的前面。对啊，这里啊，豚骨拉面，那这里也是嘛，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历来怎么用卷顿那个词，那什么叫卷顿，那叫对不对，就这里嘛。一样做个超链接，你就可以跳到那边去看。啊，什么叫卷顿？先伸手办起来。那这也我们画一条线，等于是有一点阻隔的意思，对不对？这之前那是后来发现有问题，我们才在这里在言论。就这里，这是最早推论的嘛，还没看课本注释的意思。好，今天先到这里，赶快休息了。明天早上再见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夜精进哦，夜梦吉祥，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啊，终于早上可以慢慢调整过来了，恢复早上。我们上一次是提到说做一个小的结论啊，这样也比较清楚。啊，大概就这两个读法啊。当然，圈臀也可以读成圈臀啊，臀圈起来养。可这时候是读那个，好像是圈臀呐 啊，圈起来养应该是念圈。我看那个啊，有的时候国学大师昨天可能晚上人用的多。捐，我记得好像捐还捐捐嘛，哦，啊，好像关注，可是这做动词很奇怪，对不对？应该是被关注的这个猪才对啊，所以还是念捐比较好，就是在捐猪圈里头豢养，豢养的猪啊，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像可能课本注释抄自这个汉语大词典，发现《礼记·玉藻》里头这个卷顿形，然后后来我们自己推出来，这个应该念顿。果然一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果然有顿这个音，啊，真的会吓死人，哦。顿果然有音同，啊，这证据对不对？果然有这个证据，这些都秀给各位看啊！这真的可以写一篇论文了啊，发表。我们没有著作权，你要用尊重我们，你就说这个由我们启发的。或者英雄所见略同，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自己发现当然更好。啊，只要你有参考我们的话，你注不注明我们也不在，因为宇宙注明啊，你注不注明是要多此一举。只要你信得起，你够科学的话，不要说迷信，才迷信人类哦，人看不见就没有了，这不是才是真的迷信，反而倒过来说上帝和阿弥陀佛或者阎罗王这些是迷信，其实这些都是宇宙的。就好像我们佛门里头本性，又叫如来，又叫真如，又叫自性，又叫自心，一大堆词汇。其实不管上帝也好，就是一个宇宙嘛。只要好，你都不信宗教或者文学化，我们说文学化、宗教化或神格化，还信科学的宇宙嘛？对不对？宇宙就刻在那里了，那一刻、那一分，你干什么？你是参考我们的，还是自己像我们这个自己，像我这个啊？到底是我自己先发现念卷的，还是去偷看词典？这个赖不掉了嘛？不是听我讲了，听我讲，我讲我像一般贱人一样，人性本贱，人家欺骗你，欺世盗名呢？只有人会被骗，还有谁会被骗？这才是真正迷信嘛，一点也不科学。那么自己想拿一个，你那个时间，想想看，那个时间点，那个宇宙，宇宙宇就是时间，宙是空间嘛？那个时间点，你看我们古人都有这个概念啊。那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就确定了。你看，空间时间的重生啊。那因为怎样，宇是什么？上下四方，空间是宇宙嘛，时间是宙，上空间是宇嘛，所以空间与时间的总称。至少人类的三维空间、三度空间的这种感官经验，科学世界里头是这样啊，这是绝对的真理嘛？你看他用蒙西式宇宙，哇，那太棒了！你看我们这学期开始，上学期了，一开始就学蓝天经，这一篇为什么经典必须读？它里头有科学，不是只是个人的感慨而已，它也没有宗教信仰啊。是不是？
可里头却是一些哲学、宗教、科学的实证啊，和发现和感触啊，或者觉悟啊。这个鸡啊，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啊，因为发现一个有趣的，在汉语大词典里头，你看，啊，你看前面我们看汉大词典还只有灯，对不对？可跑到汉语大词典，它既然又有，你看有灯，高额斗，我们高额斗，我们是道路，对不对？道主鸡它当然是用《诗经》的这个。那道主鸡哦，一种说法，我后来想到道主鸡可能是怎样，道路很远，而且很高。总之，这种道路好不好走，不好走。它即使这个是主是，可能是通这个主厨，字形结构换部首嘛。这里我们就不再写了，我越扯越多，对不对？厨就是长的意思啊。就是这里的宙，没，空间是宇嘛，处。可是七星大法讲过，时间、空间本来就可以去往去。你看人死了，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你再也看不到了。所以它处本来就有远的意思，那这竟然没有。对。没有。失落消失了，我们说越看你消失在远端远方的那一端，那都是有远的一含义嘛。我往今世不远兮还，将命逝于远今兮，遂玄返而北处。北往还是北往，这往行走极致，它倒是没有远。你看，甚至它就通这个主了，啊，这个主是爱，至少一个证明，这两个字曾经通假过嘛，不是我们乱猜嘛，对不对？那这个是高，这个是远，就表示怎样，路又远又高，当然要爬就要费力，总之就是不顺嘛。还是离不开不顺畅，带回这里双脚卷顿神手般，还是都通的啊。最后我们还要看历朝，之前带过一遍历来用这个卷顿怎么用的啊，要回去。所以这个鸡也 OK 了，对吧？我们怀疑这个其如水，这个还是从《礼记》演出来的，其如柳，对，表示。他可能意思是其而如流，虽然你是走得很不顺畅，可是你要像湍急的水流这样，不会因为走不顺畅的薄薄点点的，还是要很流畅，对不对？我们前面讨论过流是跟鸡湍有关嘛，哦，你看这跌倒是不是就不上？对啊，你看《史记》也很早啦，还是宋为止都是已经春秋前面的。不是有西周嘞，宋为止是西周殷周之间的，今汝无故告于啊，颠鸡之如何？这个上前面看过了，它是罪，这两个反义词嘛，哦，两极的词汇，一个是生，一下是罪。那你看它有踩踏，跟脚走路的行为还是有关，它本来就是走跟走路有关，所以它从足嘛。踩踏这里的书证当然比较晚，到唐朝了，哦。那怎么样踩踏？为什么我们说践踏踩这个一定还是有走的不是那么流畅嘛？总是一顿一顿这样顿，对不对？甚至这个顿呢，可以通这个顿。我甚至查这个顿，因为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查过它声音的关系？顿和顿。好像有，可是好像没那么相关。现在我们国语是同音字，北京话、普通话，你看它声母是定母、端母，那定端可不可以通？唔知。可是这是中古的韵是真韵，韵至少一样嘛。那我们看上古音，
有一个叫运点网。他这个只有中国音啊，好可惜，收了很多杂，对不起啊，这不是否定的意思，就像杂志的杂，本来就是杂七杂八在一起，可是你不能说杂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嗯，王念生，清朝学者王念生有个读书杂志，哦，像他这个有上古音嘛，啊，你就可以查，像那个。顿呐、啊，看，我们前面有讨论过，这个顿是指头的顿，那这个顿可能就是指脚的顿，对不对？那你看上古音，它顿是臀声符，声母是臀，韵母也是，你看它顿还是不同，声符是不一哦，声符当然，文部是韵母，文部啊，上古还是同一部。那只要是叠音，几乎就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假借的机会了，哦，对啊，所以不管是中古韵、上古韵都是同步。我们这里还可以补充，对不对？前面有提过这个顿有两种读法，对不对？对啊。或本字，病土病。对不对？哦，它是有声音的关系，那我们就用韵点网就好了，这一看就知道。顿，你看广韵。顿小尖真和真韵嘛，对不对？真韵呢、啊，就这个，啊、哦，叠韵字双声还不敢讲，那只要在双声，当然不是同音字，嗯，所以顿可能是头在那顿地，那这个脚可能就是在那顿，类似就是现在的跺脚，啊、嗯。在那顿脚。一跺一跺的、哦、你看下手就说文已经有这个你看跺赤足叉地对不对漫步行走所以这个很后面的嘛你看顿跟度是不是双声字定母对不对然后韵母是唐朵当然不一样韵不对度跟顿还双声，对不对？度顿是双声
跺脚，还有这个跺。这就没有这更后期的字了，对不对？捶胸、跺脚、顿足，所以有一个词叫顿足嘛。不，怎样顿足？哦，还甚至那个《燕子春志》里头有一个屁庸，什么在那屁的，就是顾有论啊。怀疑疑极顿也，等于什么？就是这样的关系嘛。嗯，辅音顿足，跺吧。你看这个很早就有了，对不对？顿足，那顿足跟头当然这是衍生意，头去触碰地，好像脚去触碰地，对不对？那讲两个字就顿足，讲一个字就顿就好了，顿顿。其实卷顿就是可能脚这样，我们上次讲的脚趾这样蜷起来，所以脚趾离地，脚跟不离地啊，这样跺跺。你看，像恐龙一样，顿的这样走路啊，啊，有点别扭啊。本来就是别扭，所以它是徐趋嘛，又不能太慢走，太逍遥自在的走，轻松的走，啊，就有点刻意这样走。那在这里是想快又快不起来，是不是？甚至可能即是，这都再缩小一点。因为这是我们推，还不敢说完全是，对不对？啊，开始用足部顿挫不畅，即今之跺，今之跺，那个跺或跺，对，故有顿足一词啊，顿足其音，嗯。对，讲两个字说顿足，讲一个字就是这个。哦，嗯，那跺脚嘛，哎，你看那个鸡不是也是顿吗？踩踏，对不对？鸡有踩踏，刚刚还看，对不对？用力，当然看完《礼记》并不需要用力啊。主要你要用力踏地的话，你前进就不可能顺畅嘛。就像水流明明要往前冲，可是就碰到石头，它就是要被顿一下，被激起来，对不对？被阻挠，对不对？表示它有那个动能势态，可是不能那么流畅。对不对？你看鸡有践踏踩的意思啊，还有跌倒下坠登台见鸡鸡，很鸡鸡好难听哦，哈哈，嗯，这附到这里就好了。你看汉语大词典，对不对？对，这样也可以啊。鸡鸡，看鸡鸡是哪？鸡鸡，人物众多，那跟水部人才济济是一样的啊。英雄鸡鸡，英雄的鸡鸡比较大只嘛。啊，我们在啊，鸡鸡，啊，不要怪我爆一些粗口和俗话，我讲的不都是中文？中文不要以为只是那很高雅那个。嗯，连三字经，你看我们都收入教材里头，都是中文啊。
所以谁敢跟我讲说他不爱读中文不爱读书气话吗？你的卖公文，对不对？台语也是中文啊，你看我们写了多少，对不对？这一刻有照走不就是台语吗？就不懂啊，真的要狂妄。小孩子不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知道全世界。那人家真懂了，你看像苏格拉底才知道，哦，我唯一知道是我无知。你懂了什么？那你看那些觉得自己很懂的都是，你看像我们课本不是也给你示范吗？哦，他好像很懂了，然后像我们同学叫同学上台做小老师报告教大家，你看就照课本那个注释念一下给人家。那什么叫徐步屈行也不解释？那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你们觉得这反正课本怎么写你们就乖乖接受。那洪仲丘什么怎么死的，埃克法怎么通过了，拜托就不要上街抗议了好不好？这么乖，人家讲什么你就听嘛，对不对？啊，照念徐步屈行嘛，哎，不讲不搞去搞懂什么叫徐步屈行，不去质疑，嗯，洪仲丘真的是这样死的吗？啊，埃克法真的这样通过的吗？是不是？啊，其实 OK 啦，大概这样。所以你看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啦，管他用什么字，这里围绕的一个重点卷顿就是怎样。走路不是很顺畅，可是又不能慢慢来哦。那跟回到这里地震哥他用的就很恰当了，对不对？明明就要急的，可是又急不来，因为太危险了。一方面可能吓到腿软，第二方面可能太危险，对不对？你踩一个空，你看这又可以补充了，你看他前面又有证据啊。因为我们刚好，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昨天上课的时候同学上到这嘛，你看还接着讲的，对不对？所以才卷顿嘛，所以这还可以补充。你看你说讲得完吗？就带回去对的答案都是对的，那你有超过我们讲的你就赢我们，来补充我们嘛。这叫学术，这叫追求真理，不是我们讲什么是对的就是对的。像刚那个徐缓步汉语大词典，徐那个什么徐步屈行，那课本照抄，你们也再念一遍十遍，什么叫徐步屈行也不管啊。《与前记》，我们这里给它独立起来。所以才步步维艰。你看，现在几乎都整个破解，整个，对不对？对啊。因为你看四维外在形式，对不对？你想快，不容许啊，想不容许快，想快干着急也没用。
想快也快不起来，想快也快不起来，干着急也没用，对不对？急如急于前进，心急事为肝胆碎，失足一魂一醉呢，很难刀嘛，一堕啊、哦，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一百年生，对不对？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不小心一个踩空，没用破折哈，看不懂再给你标起来，这样够清楚了吧？而且你看，刚好就是前一句，对不对？刚刚我们看过，就是因为四维才要需要卷顿嘛，所以甚至我们这里还可以怎么样？那你看《礼记》那里，就是因为在宗庙里头或特殊的场合，你走路，甚至说君臣相见之礼，有些人说是一般的也是这样走，那就是特殊的环境。是不是环境就是啊？当时的形势是这样，你得这样走，你不能自己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对不对？啊，走一个踩空，你的宰戏。哦，那他心急还不够，还心急思维，这个是有点顶针了。上课忘记提，同学也不提，所以就是这样，这怎么讲得完呢？啊，那你如果考试可以写出这个，你说我要给你解。加几分，我们还没提的，这才是真会嘛，不能老实讲的你才会，那死背的答案能拿几分啊？再来抱怨说哦，全班平均几分是怎样，都不问问自己，喝大把自己的考卷拿出来夸埋夸埋嘛，公诸天下，这个老师乱给分，你看我考卷写那么好还拿30分，敢不敢拿出来？不敢啊。宇宙宇宙啊，刚刚才讲啊，这些匿名就没事啦，没事啦，只有我们这些白痴看不到名字就不知道谁，宇宙知不知道你是谁，宇宙连名字都不用记，你就是那个个体啊，就是那个灵魂那个肉体，赖都赖不掉的。唉，戆囝啊，真正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自己活在自己小世界井底之蛙，觉得我就全宇宙，我就全世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我不让你知道，就没人知道了。对，没人，只有人不知道，不是吗？啊，神也不知道，宇宙都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敢毫无心虚的这样狂妄的叫吗？宇宙也不知道，天神都不知道。好，你不信神，我们就宇宙也不知道，啊、和科学吗？自己扪心自问，宇宙不知道你怎么活到现在，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每一刻。每一时每一个地点，那个就是要宇宙哎，对不对？你一定每一个时间，只要有这个时光机倒回去的话，一定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点，你就固定在那个地方，干什么事都赖不掉，不管做好事做坏事，这很科学的，很铁铮铮的，否则怎么会有现在的你呢？啊，奇怪，这些为什么学校不教？那搞那些综艺节目，学校都不教的事，我就看不过了，我就看不到为什么这些综艺人会为什么说他们是小丑，以前地位那么低嘛？言不及义，好行小人子，哗众取宠。这些也是学校不教的，为什么不谈提出来谈？因为拿出来谈太严肃了，他们要搞怪，就是搞笑、爆笑、胡闹的，那就把自己的命。这一生宝贵的人生生命苦尿的，然后再来喊人权可贵啊，生命可贵啊，这不知道贵在什么，然后人死了，自己的亲友死了，再来哭好难过，然后自己看，仔细看看，过了49天啊，想要有点宗教信仰或者没有宗教信仰，无药无奈，好啊，喂他吃个素，过了49天马上又救胎父母，那更不要讲49天之后或者1年之后3年之后，你看他还难不难过，早就乐不思蜀啦。这都科学事实啊！我讲那么激动，就像你看，我们满有满腔热血做学问又教书有什么用？你必须面对，就是有人这么摆烂，就是有人这么不领情啊！那山不等路了，山是这样，你能怎么办？只要转弯啊！
我们以前太天真了嘛，觉得这些草民这些平民百姓需要我们来救度，所以我后来才觉悟嘛。以前读过说哦，士大夫人天下兴亡，人人有个有个责个屁啊，你现在民主政治就反驳了嘛。你看有多少人有责，你热衷政治的真的关心天下国家的有几个？我是说真关心，不是热衷追逐政论节目那个叫热衷啊。他真关心的话，他自己做学生的会这样鬼混吗？做老师的会这样鬼混吗？这难道不是政治？一定要去搞选举政治那个才是政治？每个人都不凭良心，不尽本分，做好自己的事，天下有责。有些话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以前你看像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后来才觉悟，留取丹心给谁看啊？以前也是希望留取丹心赵汉卿，赵汉卿放在图书馆没人要看的，人家去看演唱会，是不是看综艺节目？谁看你这个东西啊？自己想看是不是嘛？残酷的事实，科学事实是这样的。你该有人该有所解悟，有点科学精神嘛，不能老拿以前的老古板老观念旧观念去看吧，自己要有这种科学精神去调整自己的真理啊，你才发现真的我真的是无知，不断在求一求真理的过程才是真正达到真理唯一的路，不是哦我已经找到真理，那表示你都还没有找到真理，就好像我们修行的哦我证果了，我成佛了，那一种人一定都还没有证果成佛。嗯，哎，这个臀，这应该也可以了哈。啊，然后顿那个音嘛啊。七，你看，哎，真的是，你看甲骨文殷收，刚刚我们宋微子起也是殷商时代的，都比李记还不知道早几百年呢。可是也不一定，李记人家只是说他是在战国时间的，可是他记的东西也许是古早的人传下来的，未必那时候的人写，他只是记录而已，未必就好像佛经的汇集，佛经的整理，那都是释迦牟尼佛过世已经几百年后才有文字啊，你不能说他写的就是几百年后的事，他写的还是几百年前佛祖的话，嗯，啊，太痛快了。激动，我们激动什么东西啊？根本天下本无事，都是假的。好好念佛，激动是我们这样走过来，我们这样觉悟了。我们曾经也是像你们这样蠢，那么白痴，所以很激动。所以为什么要得度彼岸嘛？看到你们这样在火灾里头，你看《法华经》里头火灾，至于小孩子一样在火灾里头玩，还很高兴，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失火，快要溺死了。我们曾经这样被溺死，被火烧过的，好不容易出来清凉了。渡彼岸了，所以才激动要救你啊！可是我们也知道你们八成也不领情，因为我们也曾经是这样的嘛。哎，这是叫现世报啊！所以人啊，修行真要看自己，不是看别人，对吧？你就知道什么叫现世报了嘛，自己就太多现世报了。还有，你看别人，你忙着看别人，怎么有时间去管自己呢？所以孔子才讲那句名言，扶我则不暇嘛。方人不就是老是看眼睛往外看，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字啊？乐音乐不像音乐，然后对不对？乐音路，这要怎么打这个字？不知道什么字，不管是刚好看到帮他改几个很明显的错字，有些人用了根本也不帮忙，只想拿人家资料。阿弥陀佛，甚至还是宗教徒，信宗教，所以很多人信教，像我们佛教也是假的嘛，他信他是想还是自私自利，他想得到自己的好处啊，上帝耶稣啊阿拉造他，这是什么心态？人家诛心之论，其心可诛，不是吗？奇怪，人可以这样蒙蔽到这样，因为他被自己的利益蒙蔽了嘛。自己放宽心来想想，这种心态不是很可比、很可笑、很可怕吗？自己还
每天就这样过日子，觉得理所当然。那个顿都说过了，卷顿啊，卷顿。哦，这应该留的。其实那个没有留也没关系，我应该都截图了嘛。我是怕上课到时候要点开网页点不开，给同学看。我像昨天的课有点开给他们看，所以卷顿可能跟四维很有关系嘛。那在《礼记》这里是讲，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好，对不对？《礼记》它也有一定的式形式，你不能随便爱怎么走就怎么走。那总之就是被外在的环境或形式约束住。你想想，你现在很危急，在地震的时候，当然唯一就是想逃命嘛。可是能遂你意吗？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那就叫卷顿。这样的步伐，这样的步调，就叫卷顿。你大概就是，那么当然已经离开原来科学《礼记》那里用的科学的意义，已经文学化、引申为想要怎么做却不能怎么做。行动有点受阻，可是又想很赶快的突破逃出来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是用的非常好，非常形象。你看我们俩，我在想，可能林占梅先生都没有想那么多呢。你看我们花多少时间读他这一句，他真的地下有真的，他的子孙都没有我们孝顺，对不对？刚刚我们才分享那个心得，谁看你这个你子孙去参加，假如他有子孙的话，去参加演唱会。看戏都来不及，追剧都来不及，他来追我们石敬秀，对不对？我想他是除非绝子绝孙嘛，后代他还又是我们台湾人，他的子孙看到我们这个石敬秀，哎，这讲我们祖先的名作，他会看时间，他会多花时间吗？照理说，他跟你血缘更亲，是不是更要花更大的心思和时间去做？我跟你无亲无故，反而只因为我是老师，不想误人子弟。谁鸟你这个？谁看你了？我都不想看那个啊！我前面才介绍过，我们翁方刚这些大诗人、王世贞都来不及看了。吴伟业，对不对？我们前面还学他说他学吴伟业嘛，对不对？作者介绍，他学吴伟业啊，梅村，对不对？他学吴梅村嘛，你看。对，这唐朝是那宋朝，这个是清朝，清朝初年，明末清初，所以他梅村可能他的村詹梅自学村可能跟吴梅村有关。啊，看吴梅村的也好，干嘛看你的？吴梅村的等级也比他高啊，啊，他成就也没超过吴梅村，他只是风格像他而已，啊，没事。哎，那卷灯我们一直舍不得留到现在。这是课本啊，可以关了。哎呀，那最后我们是要看预兆，就是我网路硬碟啊，找到又要准备上班了啊。下一集好了啊，我发现上次八个小时，哇，那个因为讲的内容多，又看了很多书啊，那个要回应的那个时间轴太长啊，要贴好几折，你自己看我们上一集啊。看这么长，贴了好几个回应，因为它内容简介、内容说明那里贴不下，我也懒得去整理，反正贴也贴不完。因为它除了内容多，还要加上时间轴的时间那个数字嘛，所以内容就不管了，直接以后要点播看回应，然后回应就至少五折，其他相关的。就这个 Cambridge 要分五折去贴，嗯。然后，嗯，是要检查这个卷顿嘛，《汉语大词典》这个课本注释的那个，那应该有检，因为我们怕说到时候网页看不到了，不认账，哦，那可不行。我看看这个贴到小画家之后会不会大一点，因为我是设定这个图片不要被压缩，啊，哦，我就拉大一点了，我先。储存，这其实应该拉大这样看。我弄小字是
主要是说哦，大家那个，哎，许不起行，根本就抄这里的。我这要让你知道是什么部，他哪个字这样讲啊，所以解析度没有受影响嘛，啊，太过分了，不能这样。好，这都 OK 了。那最后我们看那个玉海的，那玉海上次有讲过，大概只是类书了。哦，类书的话，我想再躺一下，休息一下再上班。毕竟要忙一天啊，全心全意。那另外一台电脑远端真的那真的好歹不台，它竟然礼拜天关机，真奇怪。应该已经关掉了，因为我从另外一个学校那个页面进去，那个公用云已经收了，已经没有，应该已经没有了。如果找不到，我们只要看这里，它告诉我们到底在第几页。甚至你可以在这里找卷盾。啊，真的没有啊！所以你看它的有没有？它的 OCR 辨识还没有 Google 好。你看 Google 还找到两个，怎么会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不是吗？对啊，干嘛找两个？对嘛，是一样的嘛。你看，跟孔子《礼记》，因为他是孔子规，对不对？对。这个第几页？我这个1661，就是页数。我都用页数做档名了，1661还找。你看，按做 Shift 的，再按滑鼠左键，它就会直接跳到你点的那个定位，哎，顺哦，还到了。你看，还认错那个，所以你这种你就要旋转页面了。那竟然还割成两个，你看那版面分析的根本就错了。哎，我干嘛按 cancel？ 暂停一下。好，那个它分成两页了，这页也倒了。那根本就没办法，那个外国人做的哦，那版面分析的，不像中国哲学电子书必须要，他们可能有那个技术，因为他专门出以中国古典哲学书嘛，哦，原来是做哲学书，后来就不限了，整个都开放，有容乃大嘛。你看我们台湾还是中国大陆做的，每次都越做越小咖，心胸越做越小，不知道在搞什么，啊。还好你看我们没有丢世界的脸嘛，知道台湾或中国还有我这个孙守贞在吗？啊，我就搞不懂了。我们一样受这个，我也不是受西洋教育啊，我受的甚至我还比你们更八股更传统。我昨天看到那辜鸿铭有吗？你们在整理那个时间小你看维基，哇，那个叫什么中国人啊，还喜欢绑小脚什么，还要纹女人的脚，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还是人家抹面哈。这是中国哪一本经典叫我们去纹女人的脚？虽然我也很喜欢性爱，可绝不会自诩这个才是中国的精华嘛。哪一本圣贤叫我们要做爱的，要去搞女人的？奇怪嘞，
自己的缺点拿来当成中华文化的瑰宝，是这个嘛？你看那个不像话，根本都不行的。我们重新分析吧。你看他怎么分析的？一看就知道不行了。那只认辨识一个油有什么用？那你看人家 Google， 他竟然，对不对？卷盾型玉藻卷盾型就出来了。你看，哎，这真的太逊了。这怎么样把所有都清掉啊？还要一个一个杀。文字现在当然是文字了，垂直嘛 ，vertical。Test color error part add error part copy vertical， 我们还是给它 vertical 垂直，否则它，你看它有些根本它都不知道根本是直的还横的，像这种古板的书啊，这个是我借学校图书馆找的啊，古板的书我看。这个顺序是对的。那我们看这个有没有遇海，不一定就有了。那你就看人家欧西亚的效果可能就不错。哎呀，我想休息的机会可能都没。我们这个遇海就跨两级啊。上一次就想要看遇海了，结果都。银本，三个都银本。希望版本都不错，应该都不错。那我们那个是宋本的啊，《四库全书》，不是说它烂啊，就还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真的是《四库全书》，这当然就先不考虑了啊。没有本子了，才会去看用《四库全书》啊。那。谷歌图书，那刚刚提到谷歌图书，它还你看也是谷歌图书，可是是哈佛燕京的，这是没有东西的吧？删掉就。哇，这光绪的清科本，对不对？所以它前面有讲浙江出局，哎，没有。难道是这一个写？不是有一个说是浙江书局吗？遇海两百卷。上海三马中路，有字的都给他做。路中千顷，印行古今书籍。这个是光绪本，那还不如看我们的那个本子啊、那个是宋科本、版本比较早，尤其是宋代的通常会比较好。清代不是说不好，因为它少一次科嘛。你清代有时候如果校勘的好的话，精校很仔细的去校对它，而且去勘科它的话，有时候它的版本还比以前的好。
厉害，天下奇书也。经史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拜官小说，闲采直言，都收采在里头，其为书也，自省而自为。至今而自命，至高而自深，至博而自远。对啊，不管他，没有前面怎么多了一个痛苦。主要是看他什么时候的版本。刚好像我看到排记，没有。国史院编修《东阳胡》，什么胡许还胡照？哦，这还写异体字，还伤脑筋。东阳胡，哦，太好了，有篆文还可以帮助看那个字，这应该是一个隶吧，是不是？那是胡注啊，东阳胡注，找看有这个人吗？这是一个耕田的遗句吗？真的，哦，真的是胡注，那字源是元朝人。元朝人东阳，当然是他的序啦，可是也未必就是元朝或者宋朝的刊本，可能是后人的追赞。真的是胡注，胡注啊，注现在这样写，来，我们来看异体字有没有收，见识到了，刚好这个完了我们就休息了。下面一长横拉很长的没有啊，你看，对不对？右边还是刀不是利耶？你看他篆刻明明就写一把，就写一个利，对不对？你看利有没有？篆文右边是一样啊，可是他楷书却要特别要写这种怪字，你听说我跟国学大师应该也没有。不过一体字之前他收的比较严谨啊，那有时候他说啊没有那个他就不收，有点类似这个，对不对？一个日再一个，可是他是木，他又不是日，再一横再一把刀，他是利也不对，他是一把刀。柱还可以念锄同锄，又字形结构换部首，对不对？懂了，你都知道他在搞什么把戏了。所以你看日历它少了一横，可是它是历，人家是刀啊，所以还有这样啊。在我们前页，对，至元四年嘛，至元是好像明朝末年的年号了啊，不复书。这个字源也是，尤其在版本学上啊，文献学上常会出现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书那时候或者今天下班回来就要出期中考卷，这一次就看大家考的怎么样，再考的很烂，那正好谢谢大家，
我们真的安心的离去了，还不走，还留下来误人子弟吗？至于怎么烂，留给后人说吧。到底是我们烂还是你们烂？龙脊乌云，这也是专有名词，不管它了。乌云四月春。集可能是集成，粮食集成，对不对？几日？秦汉陵，博士院，编修，关东阳，补助序，这是他的印章，自古鱼，我好古鱼。对嘛，一字古鱼，对不对？那是他的智障，这个是名障，名字还分开。啊，这古人很讲究这个名字。那名自己当然签名负责。我们讲过名不能乱叫，那是赔人，他自己当然要。那接下来这个是空的，把它删掉就好。可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版心的那个说明御涵序。第四就不用了啊，四只是页数，有必要。字正也是元朝的，要改一下，这个跟文献有关的。字正九年，于来，雷来守四民，公室之下。这是因为的因，因德变官，德我们尊重他也是用水部的德，这个一体字，字正也是很重要的名号，也是版本学者字源啊，字正啊，元朝末年了吧，那我们讲先从蒋公、蒋中正、蒋介石先生、大中字正。这都是好的意思才会，你看年号，元惠帝，元朝最后一个年，元惠宗哦，还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啊？什么叫元惠宗？我都没听过，只有听过顺帝，顺帝也叫惠宗吗？最后一个皇帝可怜，末代皇帝。对啊，明朝谥号为顺皇帝，他自己本国人是惠宗。所以他被赶回漠北之后，还继续跟明朝对抗。亡国之君啊，不可取。就国家来讲是这样，对，就自己个人来讲呢，像不好学，把自己这人生灭亡了，有什么两样？对啊，元朝，那这一个版本可能也不差哦，所以我看可能八成也是，而且看那个样子，大概也是宋元之间磕的，非常有可能。你看，字正也是元朝的。御涵序这个可能是宋朝还是元朝的序，有点像明朝。明朝人最喜欢写这种行草书，然后拿来刊序，然后他们书前面一大堆
书前书后一大堆序吧。有人觉得那是垃圾，其实对文献还是有意义的啊、哦。文献资料来讲，这里没有述他的实践啊、哦，有可能有。你可以查李环是谁，皇帝圣子。哇，你看，至顺三年，你看都皇帝圣子，所以元朝到后来也知道重视这个文化事业，是不是？圣朝文字之圣，元朝是最没文化的一个朝代，那就可文学语言，对不对？啊，哎，这个版本可能也不差哦，可是它怎么只有793，应该只是第一册。哦，可是这很难找啊！你要找卷盾吗？我们试试看，看他这里 OCR 效果如何啊、哦？时间越来越，真的，你看人家都认得出来。我们刚刚那个阿比的不行啊，有名的 OCR 难题，哇！那你看这两个一对，是不是不同版？对嘛，那字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礼记》还框起来，你有模仿他，所以这个原版可能是这个宋版后面在刻的，有可能，这个可能在前，那个可能在后，当然也可能两颠倒了。玉藻卷阵，两个绝对不同吧？可这个应该也蛮值得参考，至少不是清冷刻。哎，哇，好，下一集继续吧，预知后情如何。哇、哦，好厉害！一早还真的有卷盾啊、哦！哦，好，预知后勤如何？且看，可能要明天下课之后了啊、哦，因为今天晚上要赶那个，明天要出题的啊、嗯，要交给学校去印，再来。嗯，其实也只有这件事了，可是。以前都觉得出题很快，有时候一动还是要两三个钟头。这一集就先这样了、哦、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大家道业精进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